有一种整容叫肖战穿女装，看到图五妈我要娶她。最近电视剧《陈情令》自播出以来就受到了尊多观众的欢迎，电视剧主要是由肖战、王一博主演，而我们的主人公演技也是相当不错的。最近有网友也是把肖战这位小哥哥给玩坏了，当肖战成女装会是什么样子，妲己一起来看看吧。肖战的颜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，很多人都说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眼睛，里面似乎藏着星星，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的话一定是会非常的漂亮的吧。当她穿上女装，戴着一个小帽子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杯子的样子，看起来非常的乖巧，真的是很美了呀。舞台上的她总是很帅气的，但是卖萌也是非常的可爱的。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她穿着女装时候的样子，就像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学生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爱的。